好，这个谭老师。 美国这一场大选，连平台都打得很凶。那我的观察是这样：马斯克这一回合挺共和党，挺川普。那在平台上哦，确实他个人发表很多意见。然后 Google、哦、相对长期比较挺民主党，有点像我们看长期的 CNN 或者 ABC。哎，前两天川普嘴了 ABC 嘛，都说啊他们是左媒，他们挺民主党。然后福斯呢，很明显的挺川普。好，这一回合哦，两大阵营避雷分明。 呃，对我们长期看美国的选举哈，那么之前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些主流的媒体其实还是有立场跟色彩的差距哈。那虽然大家都说这个独立公正啊，就事论事啊，可是大家都知道哪些媒体长期以来是比较倾向于共和党的主张或价值取向取向，哪些呃媒体的主流媒体平台是倾向于民主党啊的价值取倾向，这个都非常清楚，而且一直都没有变哈。 但是现在开始，连社群平台都有这样的不同立场倾向啊。过去这个比较少见，那现在马斯克大家知道，他就公开说，他说他一个月要捐四千五百万美金的、啊、哈给川普的阵营，那这个是很大的金额，而且持续到年底嘛，到十一月选举。 那呃，最近他批评说，他就公开在他自己的平台上 X 在讲说，他说哎、欸，我我在那个看的时候哈，这个川普的这个这个枪击案啊，哈，嗯、我们讲就是枪击案呢、啊，他是说是呃 ass assassination attempt 啊、嗯，就是试图这个暗杀未遂的这个案子。他说你在 Google 搜搜不到，你知道吗？你搜我跑搜出来跑到变成一九八一年那个雷根的那个枪击案枪击案了。 他说这个不对啊，这个怎么会连媒媒体都会这个社群平台都干预选举哈？这个有嫌疑哈。嗯、那不不过他讲的这个话是在七月二十九号查的啦。哦、嗯，今天是今天八月初，我刚查是查到、嗯、是可以收得到了、嗯。那那 Google 当然就要说，他不是不是不是，他说我们是对那个政治暴力的那个相关的这种机制哈，嗯嗯他说有一个保护机制，自动保护机制。嗯 可是这个自动保护机制，那是一般性的自动保护机制，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做过调整，已经修正了，嗯、所以怪不得他修正完了我就收到了嘛。好、嗯，嗯嗯、好，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哈，也也有道理啦，但是你就看出来就是说，呃。 这个马上要讲，可是我们都知道，传统上 Google、脸书都比较挺民主党嘛。我知道，所以川普才会嘴左刻薄，说他以后当总统把他抓去关。哦，他对啊，这个川普对对那个 Meta 是很有意见的啊，对不对？那但是脸书是曾经直接下架他的账号啊，他就很不爽。所以他对这个都，他对呃 Google、对 Meta 都是很有意见的嘛。这我们知道。那好，那川普他自己有自己的平台啊，就是你刚刚讲真相平台，真相平台，就那个 Truth <對>那结果，呃，之前川川普身势大涨嘛，对不对？身势大涨，他那个公司就股股价大涨，他那个母公司啊，<對>他母公司上市公司啊、哦，<對>就个川普媒体集团啊、哦，<對>那个股价大涨。<對>结果现在这个川拜登下来，贺吉利出来之后哈、哦，这个变成五十五十之后，那個、股价又掉下来。嗯、那那当然也有传说，就就说马斯克在在谈嘛，好，在考虑嘛。那川普家就说这个是不是有合并啊、收购啊等等等等事情？那显然哈、哦。 显然，马斯克不止在搞电动车了，哈、嗯，这个不只是搞他的这个 SpaceX 星链了。嗯 接下来这个媒体了哈，而且或者平台战争，就对，就说就现在媒体的概概念跟定义，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嘛。它不是只有这个所谓的主流媒体了哈，也不是只有数位串流而已，它其实是平台了。那这个平台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又是载具，又是内容，那又是又是政治，对，在大选的时候保证是政治。那他他的试金石就是 X 啊，对不对？他的推特现在 X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平台了嘛。那他如果能够承接。 好，或者是合作啊，跟川普的这个所谓的真相媒体平台,平台 Truth Social，不管是川普选前，或是选上以后，或者是没选上，嗯，好，或者是选上就任以后，这种种种显然，这个马斯克要玩的媒体游戏啊，就跟以前的媒体大亨这个梅朵那个玩的不一样了，这个不同的时代了，他现在是玩平台经济、平台的媒体。那不管这样选举结果怎么样，你显然马斯克作为一个这个富豪。 作为一个媒体大亨，作为一个平台的这个拥有者，已经在实质上，你看他去盯 Google 就知道，嗯嗯嗯、他不是只有建建构自己的，你知道吗？他去批评别人的，他说：“你看你们这个，显然就把这个重这么重大的新闻下架了，或者有自我审查机制。嗯”嗯嗯、这个就是一场透过这次选举平台的战争，而且这个平台战争是商业战争，嗯、但是更是影响政治或跟政治有互相的互动。嗯嗯 交互的之绵密的这种来回互动的这个关系，嗯、那接下来这场战争哈是媒体的战争，也是商业的战争，嗯嗯也是政治的战争。可是这三个三个角其实是互相串联啊。但是只剩下九十六天，这是很大的利益跟很大的大战。当然，我的感觉，川普如果当家，不只是关税会大战。 平台也会重整或大战，我我相信是一定会了啊。就是说，不管是川普的想法，或者顺着他的想法，或者是介入，或者是说本来媒体就自我去修正哪一些平台会上去，哪一些会受到限制。那更何况美国的公平这个交易交易委员会再去查的时候，这些不同的平台之间也会因为政府的风向政策有上上下下，会发生改变。 Hello，大家好，我是宁官。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叫做宁官说说看，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按下小铃铛。